开箱的是 CEC 的云朵 3D 立体充气床垫。那因为我们家以前都是睡欢乐时光，现在小孩大了，觉得睡四个大人有点太刚刚好了，所以现在我决定要换一个新的厂牌的床垫，试试看它的功能，而且是 XL 是285×195×16公分。那这个箱子的外包箱上有几个特点，第一是 3D 结构工学气垫床，然后轻薄布料按压及充气，第四个是两段式气阀，然后呢第五是加宽大型气垫床，防尘耐磨帆布提带哦，还有是底部泄气阀，有这边有说明底部气阀的操作方式。好，最后箱子底部是咱们的注意事项。好，不啰嗦，我们请小姐为我们开箱。可以用脚踩或是手压去充气。那另外一个是这边，另外一个角落是充泄气阀，可以两段式的一个使用充气加泄气。那另外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泄气的辅助阀。充好气了，高度应该有多少？16公分。